我市西南区于昨日晚间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件，经警方证实，两名受害者为一对新婚夫妇，监控录像拍摄到犯罪嫌疑人是。你从头说，说细点。今天这事儿你们不都清楚了吗？这个屋子除了我还来过别的人吗？这次行动你们到底来了多少人我真不知道。行动、你见过一个死人弄死另外一个死人还都是他杀，你问警察信不信？你们不是警察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小偷，你是谁？祝您云开愉快，身份非常有趣，很明显了。你就是凶手，大哥，话可不能乱说。知道您的心思，不就是想冒充我和他们交易吗？出来，交易时间，事情对不上。交易内容，你跟他说说，咱们是干什么？老兄，你还在吗？